家好，我是顾群。还记得当年的经典动画《Piroro 军曹》吗？看过军曹的朋友们应该都记得 Piroro 武长对夏美十分痴情，但大家又是否知道原来他小时候竟然曾经暗恋普鲁鲁看护长呢？避免误会，先说明本人乃剧下推，此影片纯属个人恶趣味，动画版的设定亦不代表原作漫画的设定。那么我们开始吧。在动画162话里，小时候的 Piroro、 Piroro 与 Zoro 及 Zoro 一起搭建秘密基地。Piroro 邀请库鲁鲁来参观，看到库鲁鲁的 Piroro 居然害羞了，之后又口嫌体正直的容许库鲁鲁入内。喂 ，Piroro， 秘密基地に女子供を入れるなって言っただろ？あら、Piroro 君だって子供のくせに。女子供が手出しをすることじゃない。あら、Piroro 君だって子供じゃないの。在大电影二附带的 3D 短片中，对于普鲁鲁的称赞， Piroro 也娇羞的脸红了。之后 Piroro 引爆了 K 龙球的训练系统， Piroro 展现了勇于保护朋友的一面。大丈夫？ありがとう、ギロロ君。大したことないさ。ありがとう、ギロロ君。回到动画162话， Piroro 们为了守护秘密基地被弄得伤痕累累，其后普鲁鲁更替 Piroro 贴绷带。いいから貸してください。はい、これでもうバイキンが入らないわよ。俺に言わせりゃ強い男は強い女に惹かれる。確かに俺は強い女に。ギロロ、何赤くなってるの？え？いや、なんでもない。现在看来，长大后的 Piroro 与夏美配一脸，但是小时候却和普鲁鲁配一脸呢。好了，这次的影片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观看，再见。